尊贵的 VIP 玩家，欢迎来到春季奇遇之旅。从现在起，我就是千娇万贵的相府千金李春日了。我刚才只是开玩笑，另外收费的项目我可没买啊。还好这只是个游戏，杀了他我就能回去了。为什么你受的伤都全部转移到我的身上？难道我要自杀还得先把你干掉呗？那你倒是想想办法怎么解除我们之间的关系啊。哎呀，大小姐。大小姐，我们自有去处，你跟着我们会很危险。危险？是会有人追杀的那种吗？你们两个有完没完？都眉来眼去一天了。原来你喜欢这种啊。就比如厉武勋老太突然怀孕，原因竟然是这样。为啥呀？